要用心里那双眼睛来看。心？那你心里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？你月儿，天地之大，人海苍茫，人在天地间这么渺小，在我还没有碰到你之前就认识你，难道这个不是缘分吗？那你不介意我之前骗过你吗？其实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，我心里只剩下最后一点点的念想，只要你不要再骗我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哎，你上次在湖边教我一套心法，我现在练给你看。气旋周天，采薇真阳，元神聚顶，破出丹田。别再练了，这心法根本不是什么疗伤用的，而是我之前为了激发你身体里的赤魂石才教你的。思念的路蜿蜒曲折，剩下的就不能选择。最后我的，那你现在还要我的赤魂石吗？一心如此，还有什么赤魂石？有你就够了。那些空洞没办法弥补，从来我的温柔我的惆怅如烟相顾，我的安慰我的满足也不能辜负。无法看见的花瓣飘落在何处，如果无一物可能不是怎的孤独。受了痛苦，我受了痛苦，所以